市购物节开始喽！从今年11月1号到明年2月6号，来嘉义市消费，取得发票，不限金额品项。打开 LINE 好友登录发票，就能换积分抽大奖。每1元积1分，500分获得1个抽奖机会，1000分获得2个，1个人最多可取得20个抽奖机会哦。积分除了抽奖，还能参加加购王争霸赛，神秘好礼加码送。消费越多，等级越高，更有特色主题周，专属线上商城，助你冲积分、拼升等。此外，在活动期间入住嘉义市特约旅宿，可获得600元加澳金，现领现用，轻松购。嘉义市购物节，吃喝玩乐拢在家。